同学带来 idol， 那我们就请长笛的几位同学为我们做曲目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中正国中第28届管乐团，由7年级学生组组成。这次要呈现给大家的曲目，是由日本双人乐团 Yoatomic 所发行的第3首实体单曲。也是动漫《我会的孩子》的片头曲，歌曲讲述日本偶像产业的双面刃，在光鲜亮丽的外表，犹如泡泡糖般的生产，粉丝却未能了解偶像产业本身的残酷面貌。而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，在日本告示牌中发行仅仅5周时间 ，MV 播放次数就高达了1亿次。这首如是歌吗？却带着暗恋性的歌德式演绎嘻哈调流行乐曲，由我们7年级学生的我们来呈现，又会是怎样的风格呢？让大家尽情期待。Thank you.